郑伊健到海洋公园出席保育活动，爱好潜水的他盛赞香港海底很漂亮。不过早前因为忙拍电影，所以减少了潜水运动。问到会否跟女友蒙嘉慧一起潜水，郑伊健表示蒙嘉慧天生胆小怕水，所以没有强逼她一起玩。有一些需要参与，因为他不懂游泳，所以比较担心，所以我通常都是跟一般爱好那个潜水的朋友一起。忙完拍电影之后，郑伊健全面停工准备过年。他表示过年会陪家人逛花市和办年货，好好休息后就会继续冲刺。而已经跟蒙嘉慧的地下情早就已经浮面，所以郑伊健也很大方地表示，陪自己办年货的正是蒙嘉慧。当然了，没有跟谁呢？如果跟别人就糟糕了啊。没有了，已经拍到人家不拍了，现在。另外，有传2012年底是世界末日，郑伊健表示希望有此信念的人可以继续开心的活下去，结果却让自己被套了进去。哇，有哇，每一次都问这个问题，差不多啊，谢谢。末日就是你们也试试看，就是，跟平常心呢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香港报道。